现在也在现场。现在是国台，所以是大师姐就对了。哦，最主要是南洋国小的奠基，才有今天的他。还是感谢校长、学校及各位家长的支持啊！那今天参加这个音乐会真的很高兴。那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，或许会参加。谢谢。OK， 欢迎。好。接下来的单曲是由佩谦带来的苏格兰民歌《绿袖子》，相信这首曲子大家应该更熟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欢迎佩谦。佩谦在我们管乐团，他表原本是打击，那他亲他叫我们的啊兔吧兔吧，你冷晕了吗？我晕了，兔吧兔吧。好，那他今天参加的是我们的宿敌组，好，那我们来听看看，他也是全新的学习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演出，掌声欢迎。时候其实佩谦都非常的可怜，都没有他的镜头，镜头被过多了，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了？谢谢佩谦。好，接下来是由全体的宿敌组要来表演的是美国属坛的主题曲 Somewhere Out There， 掌声欢迎。主角是老鼠姐妹在夜晚思念彼此时所唱的歌，歌词很简单却很温暖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。掌声欢迎树敌组。